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洋杨 PD。在第一期拍摄 Q&A 的时候，我就有讲过，我是一个特别特别能吃辣，而且特别喜欢吃辣的人，享受辣的那种感觉。我曾经也挑战过全世界最辣的黑色薯片，当时真的是把我辣的鼻涕眼泪横流。但是哪怕经历了那件事情，我还是非常喜欢吃辣的。那我现在生活在韩国呢，其实韩国的辣对我来说都是有点那种偏甜辣，我其实真的吃不出它有很辣的味道，我总是得不到满足。然后呢，韩国就推出了一款辣火鸡面，但是说实话，这个辣火鸡面我吃起来真的是一点都不辣，一直没有满足我的这个欲望，所以我就到处找，就终于查到了一款鬼椒面。据说这个鬼椒面呢，比韩国的辣火鸡面要辣10倍。我找到了一款号称比鬼椒面还要更辣3倍的日本地狱炒面。我看过有很多的日本 YouTuber 已经拍过这个辣面的试吃了，那简直都辣的又是出汗，又是流眼泪，又是滋哇乱叫唤，我觉得他们简直太夸张了，根本就不可能，都是噱头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就带来了这两款拉面，今天就要来试吃一下，看看它到底有没有比辣火鸡面辣30倍。走，大家应该对辣火鸡面也非常的熟悉了，它里面只有两个酱料包，紫菜包，一个就是辣火鸡的料包。我们等待3分钟，等水煮开，我就开始吃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可以了。哦，我已经开始流口水了。Oh my god， 我已经闻到那个辣味了。哇哦，天哪！哦，看起来就很好吃。我觉得一般人吃这个辣火鸡面都会觉得特别辣了吧，但是我不辣。哦，是有一点辣，但是它还是那种甜辣的感觉，辣度是人体能够正常接受的范围，还好。我的耳朵不会变红了吧？我觉得嘴唇，哇哇塞，仿生除了口红一样，和我的衣服一样红。比这个辣30倍，我觉得我拍不了。其实不是辣，这东西它是热，就让你身体变得很暖和。其实就是，还别说话，就没我，就没我，有没有没有没我？这个辣火鸡面我吃起来真的是一点都不辣。但是伤胃，不会吧？王志新，到1月14号。我记得我以前吃这个不辣呀，怎么回事？我已经记住这个火鸡面的味道了，它是有点辣，但是也不是说能把人辣死或者是怎么样那种完全不可忍受的，也没有。总之，我们再来体验一下这个比火鸡面要辣30倍的日本地狱辣面。我们先放轻松，不要太紧张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和普通的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，其实和辣火鸡面是一样的，也是辣的料包和一个菜包。这个面和火鸡面的面看起来就是细一点。OK， 在这3分钟，我先准备一些救命的材料吧。2个冰淇淋，2片芝士，4个大白兔奶糖，美乃滋，水。这个还是算了吧，这样的话应该可以万无一失的安全的把它吃了。我有点害怕。我不怕，我是最强的，我从来都不怕辣，辣妹子从来都不怕辣，嘿，辣妹子从来都辣不怕，辣妹子从来都不怕辣耶。辣不怕，造孽！把这个撕下来了之后，它这边有一个排汤的这个口，哇，这多方便啊！我天哪，嗯，闻起来有一种小浣熊干脆面的那个面饼的味道。好了，我现在要放这个玉鸡心的辣酱包了。哟，从颜色上面来看，比辣火鸡面的这个辣酱要黑一点。这个菜包好像刚刚应该和水一起泡，重新泡一次这个菜，这个原理反正都是一样的嘛，没有什么区别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正式的拌一下这个日本地狱拉面吧。这个颜色呢，看起来好像其实没有刚才那个韩国的辣火鸡面那么红啊。那我感觉其实它可能不会很辣，这闻起来的味道也很微妙，也不是那种很辣的感觉。那我就要开始试吃了。看起来颜色这么淡，一定不辣，它一定不辣，它肯定不辣的，它不可能是一个很辣的东西，它真的不辣。我要吃了，
它是甜味，我总感觉它不辣呀。它辣，就是来的有点慢。我不想把它放在我的嘴里。这个真的，好了，我先给大家评价一下，这个是比较辣，但是平心而论，它没有到30倍那么夸张。和火鸡面相比，那个辣度大概在5倍吧。刚开始吃进嘴里面的时候，它没有感觉特别辣，但是越来越辣，越来越辣，越来越辣，你感觉你的舌头已经不属于你了，辣得我耳朵疼，我现在有点手脚发麻，浑身发冷，我真的吃不了它了，真的不行了。但是我现在要请一位我的朋友来试吃一下这个地狱炒面，看一下到底有多辣，换下一个人吧，我不行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又邀请了我的特殊嘉宾。大家好，我是柯柯，他是我们的剪辑师，也是我非常好的好朋友。你说啥？未婚。柯柯呢是一个四川女孩，大声的告诉我们四川代表什么辣。因为你是一个特别能吃辣的人吗？那当然了。你吃辣火鸡面辣吗？不辣呀。如果你准备好的话，你可以尝试一下。那我绝对把它吃完。好，好，好，来。这不是普通炒面吗？没什么味道啊。真假的？它有点像我们四川的一个卤菜，它有点像那个曹氏鸭脖的那个酱拌面的那种味道。没什么味道啊？对吗？没什么味道，真的吗？哎，这一瞬间就红了。怎么了？真不辣？我可以。我等一下，我可以。不辣。它吃进嘴里的时候是没什么味道。对。那对不起，不能骂人。有一点。我喝个水。它这是有后劲儿。对对对对对。哦。你为什么这么跟了？我绝对把它吃完。我绝对把它吃完。不行，不能吃，这过期了，这个牛奶过期了，不行。其实我今天一顿饭都还没有吃，上来就测评这个，是不是还是很伟大、很敬业的？能不能给我点个赞、订个月、关个注、三个连、开个小铃铛，整整整！Come on, let me out.